不长一点记性，作业都不写了，上课睡觉睡觉睡觉，还跟我说九点多睡了，九点多睡了，到现在都不会说实话。嗯，没夹住吧？啊？你感觉上不上？不上，不上咋能这么冷？以后上课不准戴帽子了，我跟你说，上课困了自己掂着说，站门口，听到没有？别再有下一次了啊！我再听见哪个老师跟我说你上课的时候在睡觉，我跟你说，我站班里面我都把你拎出来，听到没有？你记住了，韩荣蹲着，想自己问题在哪儿？你让老师。上心不上心啊，韩世龙？啊，愁得慌，我都替你。你看他眼肿的，你看他眼毛子肿的。昨天几点睡的？说。还跟我胡扯是吧？啊，九点多睡的，眼都肿到现在，肿到这种程度。我星期一。啊。就星期一晚睡一会儿，那眼能肿到这种程度？你是九点都躺床上了吧？9点钟睡的，8点都躺床上了，咱一下课你就躺床上了？啊？啊？躺床上就睡着了？啊？看看，那没有。啊，躺床上就没睡着。你躺床上跟睡着它不一个概念，你跟我说几点睡着的？9点多睡着了，眼能肿到这种程度，眼睛能这么没神儿？啊？上课的时候帽子一戴，老师一讲课了往那一趴，作业也不写，是不是？我说语文作业咋回事？啥叫今天的差一点？啥意思？差一点是啥意思？没写完呢，别人为啥能写完你写不完？别人在写的时候你在睡觉啊，是不是？那为啥一上课就蔫？为啥一下课精神就来了？为啥呀？不长一点记性，作业都不写了，上课睡觉睡觉睡觉，还跟我说九点多睡了，九点多睡了，到现在都不会说实话。你在哪睡的？在寝室哪儿？啊，你上他床上干啥去了？给那个床上面。你在他床上面睡的？你俩一块睡的？不是的。你俩不是一块睡的？星期一，就星期一那一天一块睡的，其他的就没在一块睡，没有一块睡，你躺床上就睡了，睡了咋这么困？你不说原因？啊，没，啊。看着别人吃着方便睡着了，啊，挺有画面感，啊，还挺有画面感的啊，啊，躺床上看别人吃方便，啊，别人吃完了我也睡着了。啊，别人还没吃完了，你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